大家好，我是赵天翼，我去年刚刚从布里蒙毕业，现在正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电子工程。对我来说，布里蒙不只是一个学校，而更像是一个家庭。在布里蒙的时候，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，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们。布里蒙给了我很多机会尝试新的东西和学习新的知识，比如说我在布里蒙学会了怎么滑雪和怎么打网球。住在布里蒙也非常安全，每天住宿老师们会保证大家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再加上布里蒙有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，让进城办事或者买东西非常方便。如果你有机会去布里蒙上学的话，我强力支持你试一试。洛桑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，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。